山之巍巍，水之滔滔，如诗如画的群山，讲述着临夏的古往今来。奔腾不息的大夏河水，哺育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。山接水意，水伴山情，天地人构筑了临夏最美的风景。轻柔的风不经意间吹动了李海芒行囊上挂着的铃铛，这铃铛的声音如有魔力一般，让李海芒的思绪穿越千年。仿佛听见了茶马古道上那悠远的铃声。依稀看见了茶马互市中那令人惊叹的繁荣。小的时候，这个铃铛一直挂在屋檐下，后来李海芒的爷爷把铃铛郑重地交给了他，让他保存下去，说这是临夏茶马互市的见证。现在李海芒是一名画家，他的梦想是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下这片土地的神奇。比起在房间里创作，李海芒更愿意背着画板四处去寻找灵感。每次他都会随身带着那只铃铛。为了寻访茶马古道，让真实的历史呈现在画中，李海芒已经来到太子山不下20次。明清时期，太子山一带正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。山内一个叫崖口的地方，有一条可以通往甘南草原的路，就是曾经的茶马古道。太子山那绵延百里的山势，形成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岭，更是历代兵家设防的要塞。越过原始的荒芜，走过岁月的呐喊，饱经沧桑的太子山从历史的源头呼啸奔来。千百年来，这里虽时有战事发生，但从未阻断过南北交流往来。一条曲折艰险的山路，见证着游牧民族与农业商贸的互通。在这一条山路上，一对对骡马翻山越岭，在叮叮当当的铃声中相互传送着异域的风情。茶叶、马匹、盐巴把护士的传奇与辉煌带入大山深处，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临夏茶马贸易近千年的历史，不仅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联系，而且促进了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也促进了作为从商品中游离出来的货币的进一步流通。远眺太子山，那夺目的银色光泽，千里之外咄咄逼人，气势依然不减。走进太子山，远远的一道轮廓饱蘸着苍黛色，重重地涂抹在蓝天白云下，牵动着李海芒的思绪和想象。到底太
2011年后，政府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太子山水库。邓文明在水库管理站工作了5年0.6个月，管理站就在水库的边上。每天，他和同事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库区进行巡视，随时进行水质检测。虽然一成不变的工作方式有些枯燥，但邓文明总是会一丝不苟地完成。闲下来的时候，他喜欢站在水库的堤坝上，静静地看着清澈的水面。他知道，那条自古以来就穿行在太子山里的茶马古道，已经淹没在这碧波荡漾的湖水里了。而随着时代的推进，真实存在的茶马故事，它的历史也早已成为了这座大山遥远的记忆。河源的水是400-400米呢。哦，就几十普通是500-500米嘛，24小时四折470，说去都得自豪的水不动了。在邓文明看来，这种感悟是值得回味、值得思索的。他喜欢在这里站着、看着，一个人的世界，一个人的享受。上来是吧？有！那老远那就看见你了。哎呀，人家看见你了。你好，每次来是吧？碰上你了。上次来天气比较好，今天一些热呢，上来要。我专门画一个日记。云日都是把这个山间看不见的。山间看不见。上次那画的天晴的这个山。就两个太子山啊，云沟两个太子山比较明显。云沟呗。这次中国的云太子当时把两个太子山的山顶看不见了。对。李海芒和邓文明早已经是好朋友了。对。李海芒每次来都会带点礼物送给坚守在水库边的邓文明。这次李海芒特意带来他的新画。每当李海芒来太子山采风，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，邓文明都会陪着他一起深入山中。你们全部吃的就这个云太子山，这朦朦胧胧的刚看的。这个地方是浪费大的。你说这个雪装上的籽在上面的不来雪，因为这个籽就这些雪是不够。但上面的云就来人呢，这个雪是全雪哦，主要是全雪。不是全区，那这个全员又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多。在李海芒的画中，他试图让画中的林下和现实一样有温度。每天当第一缕阳光照亮，他都会来到这里，从不缺席。这里是曾经的莲花古渡口，邵发奎几乎把一生都留在了这里。他是最早的摆渡人之一。刘家峡水库蓄水之前宽约50-60米，主要靠皮筏子、木排渡运。1949年8月，王震将军率军从莲花台北渡黄河，进军青海，从此莲花渡口名声大振。我们这边就是那个莲花码头，就是1998年开始建修，2000年开始营运嘛。那是在码头上一直都用着呗，
有客人来就上炳林寺，啊，有些急事的客人来，最多的话大船等不了，就我们拉过去。有些人是包过去，有些人是拼着过去的。2013年，浙大公路就通了，就停动了。莲花城，莲花城这个四方的这个五城，也是个啊用土垒建立的城墙。四个门是北门，书记进去以后，这就出去以后就成古渡口。后来是啊，就王振将军这个往攻渡这个黄河的时候是啊，就那个大型的这个武器重型的武器啊，这一辈子这就是渡船的过来的，这是铁船的过来的，人马是这个下面这个羊皮马脏的。随着道路交通的不断建设与完善，摆渡的功能被逐渐淡化，最终不复存在。莲花渡的摆渡被机船和快艇取代，但老渡口的历史和传奇却让这里成为了临夏旅游的一个亮点，新的生机又再次萌发。邵发奎说他不会离开这里，他要给一波又一波的游客讲述渡口的故事，讲述他的故事。人与人的相逢有很多巧合，和我们在某一个地方擦肩而过的人有太多太多，能记住对方的寥寥无几，最后能够相识的就更少了。从朝霞东起到夕阳西下，那些相伴数十年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故事，都在邵发奎的脑海里闪回。想到动情时，难免心潮澎湃。咱们通过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。刘家峡水电站位于黄河上游，甘肃省永靖县境内，距黄河的源头是2020公里。电站是胡素鸾是一名导游，在黄河三峡中穿梭了十几年，为一批又一批的游客讲解。各位来宾，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庞大的设备是什么呢？它就是龙门吊，是用来起吊闸门的。闸门的重量是198吨。7年过过热了。沿途经过刘家峡水电站库区，过大夏河，使它的上游形成了130平方公里的人工湖。和邵发奎一样，胡素鸾对这儿的熟悉程度也达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。每座山峦，每个峡口，哪儿的水急，哪儿的水缓，哪儿深哪儿浅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黄河西来东去，以两个漂亮的转弯穿越了刘家峡、盐锅峡和八盘峡。一改黄河波涛汹涌、黄沙奔流的面目，在这里，黄河是安静的、沉稳的。清澈碧绿的河水，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候，呈现出来的是水天一色的江南风云。今天，胡大姐要带游客前往炳灵寺参观。从刘家峡大坝处乘上汽艇之后，一次令人难忘的快乐旅行便在他带有激情的解说中开始了。我们现在看到水是有两种颜色，大家猜一猜，看一下哪一个是黄河，哪一个是桃河。回答正确。
山之巍巍，水之滔滔，如诗如画的群山，讲述着临夏的古往今来。奔腾不息的大夏河水，哺育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。山接水意，水伴山行，天地人构筑了临夏最美的风景。60年前，他的父母亲支援大西北，从遥远的河北省来到了当时还很贫瘠的刘家峡，开始刘家峡水电站的建设。而从小就生长在这里的胡素鸾，对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。父辈的奋斗，激情燃烧的岁月，让胡素鸾的心中始终充溢着一种正能量。在他看来，这里的山像父亲宽厚的肩膀，这里的水像母亲温情的拥抱。在他的讲解中，我们知道了炳灵寺，知道了恐龙足印化石群地质遗迹。从刘家峡水电站大坝乘游艇，经过54公里浩瀚的高原平湖，西拐进峡口，过姊妹峰，即可到达炳灵寺。各位游客，我们现在看的炳灵寺这三个字，是由原佛教主席赵朴初老先生题写的。炳灵什么意思呢？告诉大家，它不是汉语，它是藏语的音译，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即十万弥勒之意，也就是十万佛的意思。现在的藏族人称它为仙巴本浪。炳灵寺石窟分别为上寺、洞沟、下寺三处，分布在大寺沟两岸的红砂岩上，洞窟层层叠叠，栈道曲折盘旋而上。炳灵寺石窟与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甘肃三大石窟。参观的炳灵寺石窟，它是一处人文自然相结合的旅游景观。石窟呢，就雕凿在炳灵石林中。炳灵石林它是丹霞地貌，这种地貌形成于2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，是有红色沙砾淤积而成的沉积岩。在胡大姐的解说中，我们得知在岩郭峡水电站库区相邻处的老虎口，有世界罕见的大规模恐龙足印化石群地质遗迹。这些恐龙足印化石距今已有1.7亿年了，其中有些样本个体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大恐龙足印化石。河镇古动物化石博物馆始建于2003年，经过10多年的努力，截至目前，博物馆占地面积200多亩。临夏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，东接兰州，西临甘南，是沟通两地的重要桥梁。10000年前，青藏高原还是一片海洋，气候温暖湿润，动植物种类繁多。随着地质变化和青藏高原的隆起，大量的古动物化石被挖掘出来。馆藏化石30000多件，分属3纲8目150多个属种，占据了6项世界之最。其中有1200万年的最具特色、最有代表性的动物河镇羊。临夏河镇更是古动物化石的集大成之地，占据着6项世界之最。馆藏的河镇羊更属世界独有的种群。山水临夏呈现出来的特质与众不同，历史和文明、习俗与风情、民族与生存，演绎在千年历史长剧中。每一座高山，每一条大河，都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地缘奇观。
而临夏人又用坚韧坚强的性格塑造着临夏的山水故事和人文传奇。辽远的苍山碧野孕育了无数的兴衰巨变，从未停歇的河流演绎过太多的悲欢离合。松明岩，青山接云，千年古松直插云霄，积石山雪峰皑皑，黄河两岸雄关屹立，唐汪川豁然开朗，土林风貌瑰丽神奇，莲花山山峦险奇俊秀，松柏杨桦混生，是盛大的莲花山花儿会的主会场。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，来自临近各地的民间花儿歌手云集于此，尽情对歌。在马连绳拦路朝山对歌敬酒告别的环节中，民间歌手们手执绸扇盛装出场，即兴编词，纵情对唱，此起彼伏的歌声响彻山谷。花莲花山花儿的这个唱词是非常非常丰富的，它的价值就在创作，就是唱词，它的音乐价值不够，就是这一种调子。但是歌词三天三夜的挖掘不完，给你说什么唱什么，几秒钟之内给你做应对。2015年，康乐县优秀花儿歌手文香莲、杨梅花、何兰兰演唱的传统双桃情歌，在国家大剧院演出，充分展现了临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取得的成果。临夏市历史文化悠久，早在秦汉时期就设县治州，曾是古丝绸南道要冲，古称河州，素有茶马互市、西部汉码头和河黄雄镇之称，因在大夏河边，故称临夏。美丽的临夏是回藏风情旅游线上的旅游目的地和中转站，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观与历史遗迹星罗棋布。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常丰富，紫斑牡丹冠绝国内，花儿艺术自成一脉，源远流长。红园亭台水榭，曲廊回环，东宫馆，河州砖雕、木刻、彩绘及大成之地，十里牡丹观光长廊，错落有致，层次分明。大拱北，历史悠久，积淀深厚。洪水河全长13.4公里，从临夏市城区人口最密集、最繁华的中心流过。那是1938年生的，到今年是整整79岁了，因为祖祖辈辈住在这个洪水河的旁边呀。随着城市的扩建和工业的兴起，洪水河从上世纪60年代的水量丰沛、河水清澈，逐步变成了垃圾河、臭水河。
改革开放以前是这个河的这大小是各个倒垃圾，脏水浑水臭的很，又臭。治理洪水河成了临夏市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全市动员，全城支持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又能看到一个宜居和谐的全新城市。李海芒俯瞰着城市轮廓在光影里的变化，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要完成山水林下的水彩画集。这不是单纯的山水记录，在这本画册中应该有新的视野、新的概念、新的技巧、新的画风。画风呈现出来的情绪有山水与人的自然结合，有山水与人的相互灵动，有山水与人的情感共鸣。他会继续画下去的，虽然林下日新月异的变化常常让他改动着画面，但这种改动对于李海芒来说是快乐愉悦的。山水林下，蕴含着林下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。无论时代如何前行，与自然的天人合一，与传统的心领神会，与文化的融会贯通，与山水的同源一脉，都是这方热土上各族人民的不懈追求。